来，双方球员立正。今天一样是五年级男生对五年级女生，一样第一球失误的就直接禁赛。你要 OK 吗？记住啊，丢球前一定要直呼对方的名讳，好不好？一定要讲人家的名字。啊，什么叫你正？今天。他叫傻姑。好，对，啊，你们好久了，好，继续，继续，继续。B B 是中间啊，是中间，陈美来旁边。你好乖，人家叫你就死掉。地球，第四船哦，第四船，好好船哦。傻姑，你的膝盖很大是不是？腿太长，那个大腿的范围太大了。用抓好，我们练习过了嘛。好的。准备好哦，期末考哦。太早蹲了，太早蹲了。手一蔡完奖，有了。有，他叫名字。傻姑。傻姑，你的手太开了，这样怎么接？没有奖，没有奖。好，继续继续，没有死也没有死，不要给这种轻的啦，压上去，用力用力用力，高一点用。看你们被叫名字反而会紧张，是什么情况？没信心。没有奖。对，其他人。鸡蛋回去，开完奖了，回去。有奖，这太小声都当没奖哦，先讲。像这个就是助攻，有没有？他如果拿到就可以打了，因为 BB 已经做那个防守动作了嘛。
他都还没准备好，前面也没有人，你给他干嘛？啊，消边打穿，你要喊吗？啊，那为什么选正中间的？你都给这种的，他怎么打啦？消边了，消边了，消过去了，消边了。错错错，拿球啊，拿球，好好丢，专心好好丢。手很长啊，手。有了一个，你不要停下来嘛，就有了。十秒。时间到，而且不对。好，趴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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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快，没拦截，给快，没有出局，没有啊，有啊有啊，有中，有有中，对了，出局啊，出局啊，打到才弹起来了。打穿打穿打穿，硬打穿。接到触地拿起来，没有离手也出局哦。打穿到菲比那边，菲比就可以打了。打穿到菲比那边去，打穿到菲比那边，一个。哎，菲比好球、哦！有了，记起来。跳太久了，那个就是太早落地了，晚一点落地或不落地都 OK 啦，就是过去穿哥哥斯那边打穿，他就可以打哥哥斯了。有没有？因为他左手的啦，他左手打傻固嘛，然后右手就打哥哥斯啊。
哎呀，为什么要摸？嘴巴。啊你，啊就打不到。啊，这个有点慢，因为它跳两下，就是只能控制再跳一下。准备第四船哦，打了。哎，你们男生有信心一点好不好？不等人哦，一定要在七点半以前出现哦，最好二十分左右就出现了。你们要对付，等一下我拿给你。金娜，你不要随便摸哦。你要感谢他，因为你出去遇到这种情况。不对，打错人。打洞啊，打洞或者边过去，对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很好用？有没有？时间到。